看看新闻网。马上就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了，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女同胞们如何准备犒劳自己呢？吃饭还是去购物？其实啊，去看一场电影倒是不错的选择。三月八号，一部为独立女性度身打造的电影《暴走吧，女人》即将上档，不妨走进电影院，让节日过得与众不同一点吧。三月四日，先锋女导演董董执导的电影《暴走吧，女人》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，范文芳、李三妮等一众主演齐齐亮相，清一色娘子军气势十足。有些男人吧，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，钱挣不多，派头不小，毛发不多，毛病不少，明明就是草包一个，愣说自己操之在世。不仅台词豪气冲天，电影情节更是充满了跋山涉水的暴走探险戏份，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女人版西游记。一众女主创也在拍戏时个个灰头土脸，不过出了戏，现场各位就立即变了样。主演范文芳一改暴走妹形象，摇身一变成了幸福小女人，宣传电影也不忘向老公李明顺隔空送赞美。他每天都会让我要去跟他说我到了哪里，然后做了什么危险的事情或者是辛苦的事情。后来我回家的时候呢，他松了口气，啊 baby 我担心你好久了。行律在线编辑报道。